女人玩男人你知道是怎么玩的吗？他们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你呀，记得先给我点个小红心支持我一下，最好呢点赞收藏起来。今天呢我是鼓起勇气给你们分享分享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他和你相处的时候呀，表现得既淡定又客气，让你手足无措的那种。第二种呢，忽冷忽热的，搞得你呀很神秘，让你永远也猜不透，琢磨不透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第三种呢，就是和你交往的时候不冷也不热，时时刻刻的呢和你保持那么一丁点的距离，然后呢他又和别人又不停的聊那些骚。第四个呢，就算是你对他再好呀，对他来说那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了。嗯，没有互相往来，他对你而言根本是没有投入太多的感情。要是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女人，我教你一招，搞定这些女人，让他们来崇拜你，爱上你，离不开你。就是呢，我最近我发现了一款能够让女性对你特别有好感的东西。如果你也想跟女人留下一种很成熟稳重男人味的情况下，我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入手这一款男士香水了。它呢是由法国香料大师倾情打造，是那种女人特别喜欢的木质香，闻上去呢让人觉得你很成熟很稳重，既高级又有品味。关键呢，它的香味呢还特别自然，若隐若现的那种木质香调，随着你的体温的升高，慢慢的转变成温柔的花果香。当你和它距离靠近，香味呢慢慢的营造出暧昧的氛围。真的，这种体验，你说哪个女人会不心动呢？男人们，你们不要再犹豫了，赶紧去试试吧。